是。没错，所以我们呢，就请大家拿出更热情、更活跃的声音，一起来欢迎艾薇，好不好？来，现场的粉丝朋友们，告诉我你们现在正在等的是艾薇。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做个热情的掌声，一起来欢迎最狂新人艾薇，掌声欢迎。失重前幸福，然后话不多说，第二首好不好 ？OK， 快歌，赶着拜拜 ，Let's go。谁说的想不只是朋友？谁错的去怪我想太多？谁错的才把真心放纵？现在是谁还在我家门口？你挺习惯勇敢去当借口，你习惯心间都在折磨。都以为爱让人变成熟，我只有去外国，为什么？该穿什么衣服？刘海什么长度？给你爱的那种，三餐饭都跟你撒娇。说哦，你要的那些态度要准备。
吹吹。谢谢。观众，你忘记了要访问。对，很开心的是艾薇来到我们七夕情人节晚会。好，艾薇是之前有来过新竹吗？有来玩过，有来玩过。那你之前来新竹哪里玩？那个城隍庙、元宵飞车那里，那个吗？那个六福村啊，对对对，六福村来到新竹，很多人呢不是去六福村，就是去小人国。对，那我们真的很开心，艾薇来到我们七夕情人节晚会的现场。那当然呢，明天有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嘛，因为本身我有在 follow 艾薇的 Facebook 跟 IG， 然后最近有推出了一个全新单曲，对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？就在今天晚上12点就上架了我的新歌，叫做《悲伤的5个步骤》。没错，《悲伤的5个步骤》呢，那这个曲风还有里面的 MV 啊，都有别于以往艾薇呈现的风格。对，这一次的单曲是采用 one take， 就是不像平时的歌曲可能可以一直重录，对，就是你一次机会要从头唱到尾，要唱到最好这样。真的，这个很厉害的，你在录音室不能有重来机会，不能说哎这边唱了一半，好喝个水。对，就是要不能一句一句的补录。对，所以就是要从头唱到尾。那对于这一次 one take 花了多久的时间完成这一首歌？我们用了一个下午吧。哦，那真的很快，一个下午就把它录完了。差不多，我们唱了差不多10次吧。哇，从太厉害了，一个最好的。没错。好，那今天艾薇很开心来到我们七夕情人节晚会，我们现场有很多粉丝朋友们为了艾薇来的，要不要跟我们艾薇打个招呼？挥挥你的小手。都在我们现场，那有很多也是我们新竹的朋友们。好，那艾薇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粉丝朋友们说一下？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！耶，真的太开心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呢在明天只要是8月5号，《悲伤的5个步骤》就在各个平台上线，所以请大家要去听报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那说到悲伤的5个步骤，这边我一定要先问一下，因为呢，我知道很多人都说，哎，悲伤5个步骤分别什么愤怒啊、沮丧啊，对，5个，要不要请艾薇跟我们说一下这5个步骤是什么，或者是这首歌呢是哪些灵感来完成的？其实每个人悲伤的步骤不一样，是，但其实有否认，然后生气，然后讨价还价，然后就不想面对现实，沮丧，跟最后是接受，对，但其实很多人可能到沮丧这个部分就停下来了，就没有继续走下去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听了这首歌可以走到接受的这个步骤。没错，接受了才可以放下，然后才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我觉得你这一段话非常适合呢来用来开启下一首歌，因为下一首歌也是艾薇在今年3月推出的单曲，那也陪伴很多朋友们度过低潮期。对，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？这首歌叫做《乌云日记》。乌云日记，而且我特别喜欢你们 MV 啊，都运用了非常多缤纷可爱，好，那朵云真的非常的可爱。所以呢，这首《乌云日记》呢，连接到我们下一个呢，就是悲伤的5个步骤。所以希望呢，还在低潮期的朋友们，或者是正在经历一些人生不顺啊，或者是很难过的阶段，希望大家都可以从沮丧走到接受。那如果还在低潮期的，就要听我们艾薇的《乌云日记》，你们说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让我们艾薇继续来唱歌喽。谢谢。然后请小朋友们给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这一首《乌云日记》。谢谢。
不懂你，你也不懂我，求家求学我，偏要我一直猜，我以为来不简单，也没那么难，不想等到一段习惯成瘾再说要戒断，偏要我一直猜，都求渲染前后走叫做《乌云日记》，OK， 最后一首歌喽，哇、哦，好舍不得啊！好，最后一首歌，Cool with that。